没必要和他一模一样，你也不可能一模一样，他自己再画一张他也不一模一样。你取他的，你通过你临场以后吧，他对这个方法，他就适应了。那是怎么先粗细之间的这种组合？开始先走线，啊，你走个线以后，开始往里画，在这画了以后，它就必须要有内容，是吧？它是一块儿个解决，那么你画的时候，你一直也这样一块一块的，啊，它适合就是这样，它根据黑白去推，啊，那就它。越来它让它丰富，它就丰富起来了。它这里我也不知道它画是变了什么东西，但它这个笔法放一块很好看。我们取法它就取这些东西。这里面也是个灰，但是它里面变化很多。它其实在深，是在风，是在那个在那个刻画，它刻画，但是它刻画它不用简易的素描这种其实就是要表现，它把它变成一组那个肌理，它也是在，它成一组肌理。之间，哎，它都呼应的，你这纸不好用，它因为它是太像个树脂了，你类似小麸皮裙似的那种感觉。山水那种皴法，对，
其实也在塑造，他就是塑造，但他塑造他变化一种激励方式，他就显得他，你要那个你要涂个影也行，是吧？但人家把它变成小肌理了，哎，变成小肌理了，这个，嗯，它就高级了一层了。这都现在是要密，要叫咱也是用灰去处理了，但是你用那个湿的灰一涂上，淡墨一涂，它失去了这种肌理味道。你看它这个它就在上面，你看这个味道。它变得有异味的笔墨，就是说那个中画是讲这个东西，这是很难的，要把一个